你准备做几碗？这个锅子一次只能四碗啊。我说你这些料四碗会不会料太多啊？啊，就晚餐的，就变晚餐的菜喽。啊，你那个面粉能做到八碗吗？算一算。啊？还有上次有客人先做四碗吧，不过我再到时候再说了吧。嗯。加白胡椒，其实我是没有放很多油，就是把它炒熟哈。只是刚才猪肉那个水太多了。有红葱头吗？有啊，红葱头在这边啊。我刚才它是第二次放，可是。那水太多，所以压不起来，这样关起来就好了。啊，就刚才我不是我们那粉倒出来吗？我就加那个300cc 啦，饭包是加300cc， 把它先过开。再加多一点，等一下再加水呢，不是就这样呢、他已经以为说这样就直接下去，没有呢，他这个不行呢，这还要把这个料放下来啊，看要加多少料。调一些味道，再放一些盐巴咯，放一些就好，因为可能 也有味道，那个不够到时候就加酱油就好了。还要和大概500cc 的那个热开水，500cc， 我去装热开水。饮水机的热开水，那变成说有时候不晓得热度是不是要那种沸腾的那种，因为他是说要沸腾的水，变成说100度，我不晓得是不是很够，我们加了差不多加看了哈。有时候看这样不会够，对不对？刚才我就是有去给它在瓦斯炉上稍微给它热一下比较保险，因为这种热度好像没有想象那么像那个沸水想象中的那么热，对不对？看一下我刚才我有试做的时候，我有干脆就给它在上面哈，给它再加热，对，加热一下，让它
要保险。各式各样的我家真的没有很多碗。这我们的新的蒸笼没有这么大，四碗是放不下去，放不下。然后这个剩下限量，等一下哈，你可以在上面快熟的时候啊，快熟的时候再放一些料在上面就很好看。做好的在这里。对。那个拿来吃咯。对。为什么只有三碗？刚刚我们先吃了一碗。因为我们试吃了一碗。看有没有熟。有熟了。这个这是刚才做的，现做的，现在温温的啦。
那我就说，像那刚才蒸一蒸，然后差不多蒸到差不多二十多分钟的时候，我就再把那些剩的馅料再放在上面。啊，有些就是直接把它挖起来哈，就这样直接吃嘛。有些是按那小，像我想说是说都会把它倒空，怎么讲？就是底下会在上面这样，也有这样子吃法。那我就试吃一个，有话。能听得到吗？你也可以直接这样切来吃嘛，哦，沾点酱油、蒜蓉酱油，这都看你喜欢加什么就自己加咯。那各位都知道我家酱料都是很简单，就是直接酱油加下去就可以了。那我就要不要倒空一下？好啊，没关系的，好不好？都是要看嘛，对不对？啊，等等，好像没什么人。可能要拿过来，因为镜头不能拿过去。等等。接受有问题，有没有这样可以吗？你看，这个就是他的屁股。那艾迪是说，应该刚才在底下就要先铺一些料哈，然后这样才不会说白白的，没什么没有什么好看。我是把它放在上面了，啊，有些人就底下铺也可以啦，哈，个人的都可以啦。这做挖柜都谁能做啦？这是我就是很简单这样做。那我切开，嗯，这个切好直接做。今天给各位看长什么样子，对吧？加个酱油，酱油挺多的，加，对不对？要加个酱油，然后叉子有吗？那个，对啊，刀子拿刀子，菜刀就可以了。这样，就把它切一切哈。因为它一块香菇掉下来，就这个，我吃啊。没有那么多啊，嗯，该有掉的香菇，再切一块，我有酱油膏啦，这样算是成功好吃了。对啦，因为就是买现成的再来米粉做就可以啦，也可以加这个，还要加那个，这个辣酱。肉桂，肉桂香辣酱。啊，加，该加哪边的？随便加，这边加一点。等等，应该好吃吧？这样看起来才会色香味俱全。其实它那个绞肉就是跟我绞到烂烂烂的，所以看不出肉在哪里。对。没关系，再做一次。还蛮好吃的，对。然后各位也可以，我觉得加辣酱比较好吃，因为我今天做的蛮素的，啊，对，没有什么肉味。对，因为辣酱还有肉桂的味道，蛮好吃的。嗯，那碗桂就要冷冷的吃就好，嗯，比较有弹性。就照那个他的说明去做，对，所以一般人其实做也不会困难，就是买一包再来米粉，就看他那个水的大概调，自己大概调一下，这样就应该不错。那我是觉得女生的话，一餐就吃一碗就够了，男生可能要吃两碗，都差不多。哦，
我是觉得还蛮好喝的。那我吃一次就整，中午就不用吃了。对。可是这可以自己做，所以。这是用再来米。再来米粉。的磨的粉，把它磨成粉。你就买现成的啦，你不用说去。去自己去什么去磨？现在这时代工业社会，没有人有时间在那边弄。那我们来打开一下吗？好，来看一下蒸的怎样。这边。哎，我们本来就是说要蒸30分钟嘛。对。那现在我们已经蒸了7分钟。哎，7分钟，7分钟了。时间过得很缓慢。它会长这样的。等等。还没在等呀，这样才。有没有颜色不太一样？有没有？因为我有酱油啊。有点透明的感觉，有没有？啊，还水水的。对，还水水的，所以还要继续蒸。啊，这样，因为这样说，我们才会说提早那个在拍片之前就有先做一些起来。因为你如果又要切，又要什么，又要炒，要等很久，就要很多时间。所以我刚才11点多的时候，我就赶快先做一次。因为我以前都没做过蛙桂，啊，萝卜糕有做过，蛙桂我没有实际做过。那这次就是说，赶快先试做一下，要不然等一下再直接做，怕哪里做的会怪怪的。所以有先做一次，就是这个先做。然后做起来也就也不难吃。其实蛙桂粉都一样嘛，就是说主要是说你要加的料，很多人加各式各样的料也有，就有些就加，蛋，对不对？哦，有人加蛋啊，对。啊，有的人香菇是切一次大块的，啊，肉也是比较大块的。像我们这种都是蛋跟香菇放在上面，人家看起来比较够满意。对，就是说在蒸的时候，他会把蛋塞在比较上面，对，然后快凝固的时候塞在上面，然后看起来哇，这个料。那我们这个是不是可以开始加料了？这已经凝固了。哎，就有凝固了吗？有了。原来已经7分钟了。啊，看没有。来，我拿起来。我那是加冰河，配比较凝固，有凝固才可以啊、哦。你加一些看看。这样哈、哦。有了，凝固了。对。嗯。就这些料也不用担心吃不完。对、嗯。也可以打一个蛋哦。我可以，你可以打个蛋哦，没错、哦。对，我们来做打蛋的好不好？啊，怎么办？我已经那个了呢。没关系啊，旁边再打一颗蛋呢、啊。打在哪里？看没有？对。对啊，看起来比较有变化。放得下吗？可以吧。可以打下去，要确定蛋是好的。哦，蛋是好的。打了放哪一个？啊，这个好了。放现在。嗯。就这样，好，你要就知道了。就加一个是有蛋的，这个是特别，特别加料的。这料也是要用完。对，都把它铺满。哎，自己做的才有这么澎湃哦。啊，做生意人家是不会给你加的。做生意就是意思，让你吃米浆就好了。不会说都吃米浆，可是它、就是、料就是可有可无了。对，就少少的就对了。啊，自己家，我刚才想说太多没有啊，这些弄完就没有了。哎，对。本来想说太多。哎，没有多少哎。本来再把弄掉哈。嗯。啊，都加完，好，各位看就都加完了。都加进去了。对。我们就再把它盖起来。啊。这样就可以等到那个。20分钟后，20分钟，像19分。对，对，还要再等。哎，再等20分钟，19分50秒。还要再等10分钟。为什么？那不是30分钟吗？你不是说30分钟？对呀、啊，现在已经19分，好、哦，这还有19分。对呀、啊，这样，19分。嗯，蛮好吃的。对。不用说每次都吃饭。偶尔吃这也不错，嗯，然后做萝卜糕也是用这种一样的粉做就可以了，
蛮好吃的，自己做。来，我来吃吃看。你也想要吃哦？可是我们的调味，我的酱油就是没有去再弄调味料，对不对？就是一般的酱油。还算蛮扎实的，好像水可以再加多一点，对不对？因为蛙桂毕竟是软的，那一般的那个桂是，那萝卜糕是比较硬的，不一样。嗯，蛙桂注对蛙桂注重在软，嗯，所以它才用碗来撑着啊。都可以吃了。对啊。吃完了。嗯，这样午餐就解决了。我的午餐解决了，就不用再弄什么来吃了，今天就这样吃了。吃完了。对，这个阿妹妹就是一个午餐就吃一颗蛙桂，就结束了。对。啊，今天太轻松了。对，连青菜都不用。真的不用啊？对。就是、我跟那个青菜、地瓜叶一杯一杯那个，那个青菜那些，嗯，就这样啊，嗯，很简单，就自己做就好了，嗯，好了，乌龟我们就做到这边喽，好，再给大家瞄一下吗？我感觉要成型哎，好，看起来哈，看看，有了，蛋已经变白了。满满的料啊！你应该就是丢蛋黄下去就好，不用蛋白，因为蛋白把那个爆香的料都盖住了。对呀、啊，一个蛋黄、嗯。蛋黄而已的。哎，整个打下去。对呀、啊。没关系，反正今夜打好玩哈、嗯哦，那就是介绍到这边喽。嗯。当自己做的蛙桂。对，好吃喽。嗯。啊，各位也可以做做看，反正材料很简单，你就去那个杂货店啊，或超市啊、超商什么买。超商应该没有，超市买应该都有这种东西，嗯，很方便啦、啊。嗯，对现在忙碌的人来说，买现成的最快了哈、嗯。来，就自己弄弄就可以了。好啦，拜拜。喜欢我的频道，请记得订阅，并将它分享出去。可以的话，也请帮我按一个赞哦，谢谢，拜拜。